大家晚安，我是吴界，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动森今天更新的 1.6.0 有哪些有趣的小细节以及相关的消息。首先是大家很关心的扩充储藏空间的上限，我们可以跟离客要求扩充储存空间，但这会需要50万的零钱，而且这50万是无法使用贷款的哦，大家就准备好现金去找离客吧。另外在扩充之前呢，我们必须先将房贷的最后一期贷款还完哦，我们才能使用这项功能。那些欠离客钱的玩家们该还钱啦。再来就是今天大家登入后信箱应该都有收到圣诞树干蛋糕哦，这个蛋糕可以使用改造变成各种不同口味哦。想要收集其全口味的玩家们呢，可以利用创付账新角的方式来多拿几个蛋糕。另外我们可以在离端机用里程兑换新的表情与发型，这次有蛮多有趣的新发型哦，像是新增的光头，我们可以利用改变肤色让自己变得更像纳美克星人啊，还是其他的外星人哦。或者是这个爆炸头，爆炸头带一些饰品的时候啊，饰品会直接放在那个蓬蓬的头发上面，会非常好笑。喜欢走恶搞风的玩家呢，也可以尝试看看啊。再来新增的表情里多了大家期待的坐下，终于可以和动物们坐在一起休息了。拿着不同的道具坐下也很有趣哦。也可以和动物们自拍，动物居民们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哦。再来就是平常喜欢吸猫吸狗的各位啊，请善用这个表情吧。另外在水里使用新表情也是非常有趣的哦，可惜呢在水里不能使用坐下就是了，还蛮想看看在水里用坐下会是怎样哦。完全防水的手机可以在水里自拍做体操。水上瑜伽，而这次的更新呢，无法使用十旅，直接让大家提早过感恩节与圣诞节。我个人觉得，这样算是蛮不错的啦。不然像万圣节时啊，大家等不及，还没到31号就把所有家具跟活动都过完了，这样活动当天呢就会显得有点空虚哦。虽然这样我们这些做攻略的频道主呢就没有办法提供一些新情报给各位了，但是以玩家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的做法是很不错的哦。不过有些这次新增的 DIY 呢，还是可以透过实旅
用射气球的方式先行入手啦。除了新增道具以外啊，这次更新后有些称号也进行了改变哦，像是妹妹变成了闺蜜等等哦。总共有五种称号呢做了改变，刚好有使用这些称号的玩家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咯。另外任天堂呢也同时在今天公布了针对公司、企业、团体的公告，主要是说动森呢因为能使用我的设计，也可以让人上岛，以及可以提供梦境等等的方式让人参观岛屿，而有很多公司团体呢则会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商业宣传的行为哦。任天堂方面呢希望这些公司企业能避免下列的几点行为哦。第一点，进行不适合给儿童看非全年龄向的行为。第二点，进行会给其他客户困扰的行为，包括暴力、歧视等等会伤害其他客户的行为，以及表达政治立场的行为。第三点，进行使用误解本软体游戏内容的行为，包含与事实不符的行为哦。其中呢，也包括了宣称有获得任天堂个别承诺等违反事实的行为。第四点，诱导其他客户在游戏外的行动等，像是利用本软体来进行商业行为，像是诱导进入商品的购物商城等等，发行优惠券、提供奖品、悬赏，或者是要求其他人加入公司的社群网站，或者是取得其他客户的情报，包含其他推销行为等等哦。最后是利用本游戏软体获得金钱利益等等，包括提供付费的我的设计，或者是发布广告来获取收益等等。这些呢是针对企业团体的部分，相关人士再注意一下，不要踩线哦。而任天堂呢也推出了官方的梦境岛屿任天岛，号码呢是 DA63821459-4417，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哦。最后是动森周边的消息想要分享给大家，服饰品牌 Gelato Biget 出了一系列的动森服饰，有超可爱的豆梨莉莉的抱枕啊，还有毛衣啊，另外还有杰克小润外形的居家服啊。只是呢目前日本的官网已经全部售完了，它才刚发售，然后一下子就全卖完了。那海外的店家呢是否会进货，这就不确定了。这品牌呢在台湾呢也有三间据点，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问看看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收看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